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 Lucky Boys， 我系 Walker， 我系 Raymond， 仲有一个叫阿丁。点解？因为佢今日冇嚟，今日佢有其他舞蹈上面嘅嘢做啊，同埋系啦。系我暂代阿 Dave， 其实唔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Royal 何显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osmo 刘子丽。其实姚嘉怡系我朋友嘅朋友嚟嘅，咁咧机缘巧合之后认识咗啦，咁知道佢一个好中意音乐嘅一个歌手啦，咁而佢哋做音乐嘅路程都系唔容易嘅，咁佢坚持咗好耐，咁我哋一班朋友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好希望嘅，就系将我哋中意嘅音乐带俾大家，咁所以就今日一定要力支持咯。咁啱啱睇完佢嘅演唱会啦，自己会唔会觉得因为大家都系做音乐咧，会唔会你自己都好想快啲可以开到个音乐会噶嘛？你哋梗係想啦，點會唔想啊？即係見到佢有咁多年啦，即係其實佢出道咗好耐，我覺得，所以即係我哋都啱啱新人啦，咁一定都有咁嘅進發嘅目標。咁你有冇計劃哦？可能今年會開啊，或者出年啊、後年啊咁樣會開咧？有冇目標咧？我哋自己 Lucky Boys 希望五年之內裡面會有一個自己嘅音樂會啦，係啦。五年。係五年。OK。咁希望。逐個逐個唔同嘅舞台去升上去。嗯，咁你咧？我哋盡力啦，儲多啲歌先啦。儲多啲歌先。係啊。好，咁跟住就係咁音樂方面啦。咁你哋而家做緊啲乜嘢關於音樂啲嘢？如果最近其實 Lucky Boys 就預備第二首歌就會去錄音㗎啦。咁第一首歌其實都未開始正式咁樣 put 嘅，咁就等我，因為我而家拍緊一套微電影叫做《忍不住的眼淚》啦。咁所以稍後時間咧，等我拍完電影之後就會開始 put 我哋第一首歌《無重力狀態》。冇錯。咁之後咧就會去錄第二首歌，咁同應該喺暑假前咧，我哋希望會有兩首歌喺手啦。咁就向音樂會呢個目標邁進一大步先啦。咁我而家就依然係繼續 put 我首國語歌《想著幸福》先啦。咁但係嚟緊嘅話，其實我自己都已經完成咗自己作嘅一個作品啦。咁然後編曲都差唔多接近完成啦。咁希望嚟緊喺兩三個月內會即係唱到完成呢個錄音俾大家睇啦。咁我就繼續努力咁樣去學習啦，因為我始終覺得我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學習，希望。到時候我有新歌的時候，希望大家好多支持。好，唔該。